This is Halifax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啊。如果你对历史和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，那么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Halifax Citadel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金啊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哈利法克斯非常有名的景点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景点到底是什么吧。我们去看一下。那坐落于大西洋省首府哈利法克斯的历史古迹 Citadel 是一座壮观的城堡，它坐落于城市的高地之上，俯瞰着整个哈利法克斯的港口和城市的全景。那 Citadel 建于18世纪，是一座著名的军事要塞，曾经是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的主要基地之一。那这座城堡被包围的城墙和堡垒所环绕，这些防御结构呢，展现出了当时的这个军事建筑技术和防御战术。哈利法克斯的 Citadel 是一座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遗迹，那它其实不仅仅是一座城堡，更是一段传承着加拿大和英国历史的珍贵文化遗产。那如果你对历史和军事感兴趣，真的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壮观的城堡和壕沟，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军事生活和武器装备，同时能够感受卫兵交接仪式的这个雄伟场面。不论你是个游客还是学生，这都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经历。这一次因为是冬天过来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表演。据说在每年的夏天都会有一些卫兵的交接仪式的表演，可以真正的切实的感受到当时的那个壮观的场面。那作为这个大西洋首府城市，哈利法克斯真的是既有文化气息又有现代化城市的感觉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景点。那我是小金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